下面请您欣赏小曲传奇，表演者郭德纲、于谦。哎，好，谢谢这几个大姐啊，好，谢谢，谢谢这几个大姐夫啊，谢谢。这就是听相声的乐趣，对啊，互动就是啊，哎，好，哎呦呵，这大哥岁数不小了，哎，好，谢谢啊，咱们俩唱一《红阳洞》怎么样？这不唱，你看，说相声嘛，老得来那个观众喜欢的，是。人家站这儿说，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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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上啊！再说一遍，我听听。他让你学猫叫啊，我学狗叫吧啊！你来晚了。当年于老师在台上爱唱爱闹的，后来岁数大了，他说不合适。对了，学猫叫，后来让大伙儿老说他跟老骚猫似的。啊，于老师就不愿意来这个了哈。可当年学猫叫那还网络挺红的了。啊，人家网络歌曲是吧？啊，嗯，你看我来不了，没学过，确实，好多网络东西我都闹不清楚，啊、是吗？后台看小孩们拍拍拍拿放什么的啊，对对，来咱来一回吧，这太考反应了，要跟上时代，那倒是得知道观众喜欢什么，啊。说相声是天底下最简单的事情，但是说好了也不容易，紧跟时代，要有一颗感恩的心。哦，啊，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对，咱们得好好说，得对得起大伙。是，天为罗盖，地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什么人撒下名利网？富贵贫困不一般，也有骑马与坐轿，也有推车把担担。骑马坐轿修来的福，推车担担命该然。骏马驮着痴呆汉，美妇人常伴着夫眠。八十老翁门前站，三岁顽童染黄泉。不是老天不睁眼，善恶到头报应循环。好，那来一个，还是这个，再来一遍，那是为什么要说这个？就是我感慨命运的安排。哎，怎么就想起感慨命运了？真的啊，我二三十岁的时候，我什么都不信。哦，到后来逐渐岁数大了，就觉得很感慨。是吗？冥冥之中很多事情很难说得清，讲不明白吗？哎呀，人老说呀，这个这是他的命运如何如何。哦，想了想还是有道理的。命运这东西有道理。这个桌子上放着两碗米饭，哦，这碗被人吃了，那碗没被人吃，哦，被人吃了，吃完之后经过他的消化，排在厕所了，是，哎，这就是他的命，米饭的命，他这个命最后就是得排在那儿，这是他的命，是，那碗没被吃，那一碗就是他的运，哦，他的运气好，没被吃，对。当然，最后没人吃它，长了毛了，有虫子了，再扔了厕所，还是他的命。哎，命该如此。这天下事难受，咱俩的命就是说相声的命。那倒是，就干这个了吗？好多事情，你人对宇宙的了解连5%都不到，太少了啊！这地上有一蚂蚁，咱把这蚂蚁拿起来了，装一玻璃瓶子里，揣口袋里。哦，坐飞机，甭管上海南呀，上云南，你到那儿去。把这蚂蚁倒在地上，让它看看，再装上，坐飞机再回来，这蚂蚁还倒在堆里。这个蚂蚁跟那些蚂蚁说：“我今天飞了，看见这个，看见那个了。”那一帮蚂蚁也不会相信他说的话，太传奇了，因为超出他的认知嘛。嗯，天下事就是如此。哦，啊，你不能说有人抬杠，我没有看见的，我就都不相信。WiFi 你也没看见，你能说没有吗？哦，声音你也没看见。你能说没有吗？嗯，秦始皇、朱元璋、包公，哪个你都没看见？你能说没有吗？嗯，不能说你看见才算有，你也没看见。我上你们家去，你怎么知道我没去过呢？这怎么绕到这儿来的？这句话这是太快了，这个。所以说，这个说相声不容易。啊，对，是干什么都不容易。那是，后台演员，我老跟他们说努力。啊，努力是对的，努力你就会成为相声一哥。哦，不努力你就是相声一哥们儿。哎，一哥们儿，知道吗？就差远了。我们哥俩，我们打小就干这行啊。是，一晃说了半辈子相声。嗯，
越学越难，觉得难了。小时候学相声，学这学那个，不觉得怎么着，上台就说呗，冲劲儿啊。岁数大了，哎呦，嘀咕了，这个对吗？哦，这是不是不好啊？嗯，你人呐，这玩意儿你不服不行。包括我看谦哥在后台，我刚才我端详半天，看什么呀？他都白头发了，那可到岁数了。我们小时候那是我们这一房里边最嫩的一个了。嗨，谁都年轻过，真的、啊，那小脸蛋儿，哼，嗯啊，一掐一兜水啊，别太使劲、啊，您这。我印象很深，他那会儿那二十来岁，骑个大摩托，哦，穿一个浅黄色，就是鹅黄色的一个皮夹克，哦，很那个骚啊，哎，什么话这？时光荏苒，岁月穿梭，嗯、是荏苒。啊，什么叫荏苒啊？是，就是人一说都是时光荏苒，就是日子过得快。荏苒就是你们吃那苏子叶儿、紫苏叶儿啊，那玩意儿叫荏苒。你就看它这几个月，它变的色儿，打绿的变紫的，如何如何，这一辈子过完了，它叫荏苒。哦，时光荏苒，就说人这一辈子就跟那叶子似的，快。你也没想到您现在都这岁数吧？可不是五十多了，五十多了。你看，你看这脸是，它越来越。胶原蛋白呀、啊，年轻的时候那会儿小脸蛋就跟那个跟孙悦那屁股似的。这什么比喻？这是，您能不能比喻点好玩意儿啊？您这，请原谅我的措辞啊。在后台看，嘴巴子都耷拉下来了，松弛了吗？人老了呀，啊，人老了，真是。我也问过他，我说这个您这个刮脸的时候难受吗？你看他也承认。也承认啊，因为人家女孩一那什么就愿意拉皮儿什么的啊啊，我也劝过她，是吗？我说你去上拉皮儿，你也来个拉皮儿，是啊。她去了，回来不行，怎么不行啊？就卖完了都啊，没有黄瓜了也，吃的那拉皮儿啊。我说你糊涂，就把脸拉上去，对不对？我说你看你这个刮胡子刮脸啊，这都是褶子，脸都耷拉了。是，后来我给找一朋友专门给她刮脸。哦，有这技术。我有一哥们儿、哦，原来是发廊小姐。对，你等会儿，啊、有一哥们儿是发廊小姐，您，他原来是发廊的小姐。哎，这不重要，圆不过去了。不重要，不重要啊！啊，就是我这哥们儿会刮脸剃头啊，就有这手艺嘛。我说你给谦儿哥弄一下。嗯，可以。来了，哟，于老师，我太喜欢您了。哦，我天天听您相声睡觉。是吗？啊、行了行了，别废话了，赶紧吧。啊，给谦儿哥服务好。 嗯， 嗯，那个于老师，嗯，您是用那个电子产品还是用传统的那个剃刀？我说还有电子，我说你都拿出来吧。掏出一个就小剃刀，那个玩意儿啊，电动的。他说这个还算挺好，现在最好用，是吗？这是日本的小电器儿。哟，于老师接过来，啊，很生气啊。怎么了？你说日本人还又研究这玩意儿，太没正形了啊。是吗？他们还拍不拍片了？这是什么话呀？我替人着这急干嘛呀？用那个传统的那个啊，掏出来了剃刀，传统那个就大伙都见过吧，是啊，刺儿那个啊，人家这个说我这个就光这刀就定制的啊。哦，这玩意儿还定制，就上面带花，那钢片上带花。哦，就是见过大马士革弯刀吗？对对对，哎，它是那种工艺，好钢。我说你看好了，咱可说好，咱是哥们儿。你看于老师那脸都耷拉到哪儿去了？嗯，对吧？都耷拉到裤子那儿去了，都到不了那儿啊，到不了那儿。他脸上都褶子，你要给他拉破了，这个不好交代，演不了出了。您放心，没事儿。嗯，掏出一小盒来，把这盒子放这儿。这哥们儿先戴上白手套，嚯，打开盒，嗯，盒里边两个核桃，俩核桃，揉了那核桃，哦，有俩，是拿出酒精来先消毒。哦，纯棉的纸把酒精擦干净，又拿矿泉水又冲，哦，冲完又把它擦干。嗯，戴着手套拿这俩盒子。是，于老师您张嘴，于老师，我得听话呀，搁嘴里边。嗯，哦，把这儿给冲起来，鼓了，人家小刀拿起来，啪啪啪啪啪啪，啊，把刀弄快了，刺儿刺儿，呵，行，眼瞅着刮的就跟那小段子面似的。他就胀起来了吗？于老师也高兴，嗯嗯嗯，好，嗯嗯，是，每人再来两大碗，哎，行了，高兴，嗯啊，于老师这核桃这主意太好了啊，是，这主意太好了啊，嗯嗯，是，嗯，您放心，踏踏实实，有这个，嗯，有的是办法，嗯，这
万一我要咽了怎么办呢？啊，也不是没这可能啊。哥们乐了，您真会开玩笑啊，不要紧的啊，要是咽了的话，您就跟那几个人一样。怎么？过几天给我送来。别等一会儿，这是哪儿来的？这是。于老师当时就愣了啊啊啊！我啊。行，我也过几天给你送来吧。怎么意思？我这哎，行，别看了。好啊啊，好啊啊，好，就是干什么都得研究。是，这是方法，是不是？剃完头，刮完脸，于老师就很精神。哎，对，是不是？啊，当然最近是没烫头啊啊啊，但是依然站在这儿神采奕奕，这精神劲儿吗？就当然，这岁数其实已经得服老了。当然，人得这都是土埋的多半截的人了。嗯，干嘛还多半截啊？土埋就土埋半截就可以了。啊，这都是土埋的眉毛的人了。哎，好，还不如半截呢。好好说相声吧，师哥，应该这样，好不好？对，说相声是天底下最简单的事情。嗯，但是也是最难的了。啊，都不容易。四门功课啊，脱鞋上炕，好，说学逗唱，上炕就唱，不是？没听说，脱鞋就唱。没有，啊，说学逗唱，说学逗唱啊！我们这个唱分两种，嗯，一种是学唱，一种是自己本门的唱。是说学逗唱的唱是太平歌词，哎，除了太平歌词之外，你唱什么京剧、评剧、梆子、小曲唱个外国歌，嗯，都是说学逗唱的学，然后属于学。哎，真正的唱是太平歌词啊！嗯，给大伙儿唱两句，好吗？哎，好。那个，这东西很简单。是吗？很简单，过去说相声，拿这个招揽客户。哦啊，你白天跟街上说相声，怎么能把观众叫过来呢？是，就是先唱两句太平歌词，嗯，观众过来了，咱们开始说相声。哦，干这个用的啊。那您唱两句，唱两句哈，啊嗯，唱点什么呢？啊，来，各位出，哦，单刀会好，还有什么？骷髅叹好，哦，白蛇传好，好。我们只能满足前三位的要求啊！嚯，那我给你们唱一个劝人方。这，您这是满足了吗？您这个满足不了。嗯，天为宝盖，地为池，人生世上浑水的鱼，父母养儿，鱼帅子，子孝。孙贤水养鱼，弟兄们要相和，鱼儿帮着水，妯娌们和美，水帮着鱼。人生在世非容易，气化清风肉化泥，龙游浅水遭虾戏，那葫芦平阳被犬欺，得了志的狸猫它唤死虎，落了魄的凤凰不如鸡，猛虎岂在当道卧，昆龙也有上天时，攒下了金银催命的鬼，交下了朋友护身的皮，十个指头伸出来有长有短，树木狼林有高有低，我是劝诸位没有钱别买那看家狗，有了钱别娶那活人的妻，去死三分别去告状，宁饿死别做那犯法的，三条大路当我家走，去去弯弯是不低，阎王爷好比是打鱼的汉，也不定来早与来迟，昨夜晚脱下了这鞋和袜，不知道次日清晨提不提花冠彩母两人的斗，死后只剩下板灵席，空见那笑死在灵前点了三杯酒，谁见那死去亡人他把酒吃，空着手而来你就空着手而去，纵剩下万贯家财你拿不低，趁
着胸前有点气儿在，我是劝诸位吃点喝点玩点乐点修点好积点德，听点相声那是赚的好。劝人方，太平歌词，对，劝人方。嗯，说相声不容易，就在这儿。怎么？不是一上台就是好，我是你爸爸，我是你爸爸，就观众就爱听了。是，你得有正经玩意儿。你看这大姐，她爱听。你看，除了这个之外，再唱什么就都是学唱。学唱都有什么呀？你看前些日子德云古曲社正式对外公演，对，在节目里边，我带着张云雷啊，带着陶云胜啊，一块唱了好多小曲儿。是是，那都属于学唱的范围。哦，都属于学。对啊，小曲儿可是大伙儿喜欢。我不知道有一个这个外国民歌，你们熟悉不熟悉？什么呀？就是《恩西马之歌》。不，没有。不不，这他头一句叫"桃叶尖上"。不，那那只有我熟悉那个。嗯啊、哪儿有这桃叶尖上尖？那叫"探清水河"。对了啊，"探清水河"那。那个唱的太多了。嗯，我上一回唱的时候大概是在2010年，就在这个舞台上啊。你们上网搜一下去，我穿了一红西装，我也不怎么想了那会儿啊，在这儿唱这个小曲儿，真是打恨不着叫清末呀民国就有哦啊，北京小曲儿嘛。嗯，后来呢到处都唱，人家东北二人转也唱，各处也都唱，叫探清水河。嗯，后来呢就是有一些个特殊的工作的地方也唱，哎，导致大伙儿对这个小曲儿有偏见，哦，当然流传很广远啊，国外这您是熟悉的，也啊，我起码也唱，小曲儿很，桃叶的尖上尖，嗯，柳叶遮满了天，也不都不齐，再来啊，我再给你们一个机会，今年咱们玉米大丰收啊，对，咱们祭奠玉米神啊，欢迎到赞比亚来，桃。肩上肩，柳叶遮满了天，在七位的这个名啊恭喜，听我来言哪、啊、此事哎出在了京西蓝靛厂啊，蓝靛厂火器儿有一个宋老三安安安，哎，这就是小曲儿探清水河。小曲在流传的过程当中都会有演变，是吗？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好听就行。哦，得耐听。你比如说我们上回唱的那个茉莉花，不知你们有没有印象？茉莉花，茉莉花，哎对对，有人有印象啊。啊，这唱茉莉花在台上让张云雷跟陶阳俩人把我给害了啊。怎么在后台都说好一块唱，上来就是俩坏蛋不张嘴啊。茉莉花大家都熟悉，您熟悉就是说，哦，这是那个江苏民歌吧。嗯，其实这个歌最早有应该是在明朝万历年间，嚯，正式见于文字记载是清乾隆年间。嗯，它的本名叫鲜花调。哦啊，我发现这个茉莉花这个歌在中国所有民歌里边应该排第一。怎么？因为它由南到北，什么叫两广啊，什么福建啦、啊，什么内蒙、山东、河北啊，东北有地名地方就有这个茉莉花，全唱的都不一样。哦，还都不一样。都不一样。你看北京咱们唱那个，我前两天唱那个、啊，那就属于用莲花烙的老调，那个牌子叫拿蚂蚱，他唱的那个。啊，他其实很接近于后来传到东北去的那种唱法。怎么唱啊？哎，茉莉花，我唱两句，你们听听啊。好，他那个一段一段不长，但是唱全了是十多段，咱就是不唱这么长了，就掐一点啊，听个味儿。嗯嗯，好了一朵茉莉花啊。花也比不上他，奴家有心哪、啊、恰花带有不这个看花人哪、啊、看花人妈呀，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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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有点意思，就这么一段一段唱啊，大致能唱到天亮去。
哦，老翻着唱，哎，唱着又好听有意思。嗯，这个小曲儿就是有的唱景，有的唱歌，有的唱人。嗯，万变不离其宗。哦，你看这混沌初开不就是唱人吗？这是混沌初啊分。混沌呐，你听哪个？嗯啊，您打的唱哪个？混沌初啊分，天地不开，才引出朗朗乾坤，画画世界来。哎呀，都说是英雄造时势，苍天也不睁眼，就把这个英雄埋。孔夫子无事困臣才，姜太公不得时坐在了钓鱼台，朱买臣不得时上山把柴打，吕蒙正不得时寺庙赶过斋。好可叹人生在世几十载，也无非鸟为食来人为财。我说此话诸君若不信呐，倒不如抽烟喝酒把头烫起来。这词儿，您这最后一句是后改的，您那不重要，听个味儿，那不重要啊。小曲儿太多了，是，可能我是因为从小就喜欢这类东西啊，爱好这边边大的说相声，你问他们，他不爱跟你聊这个，不喜欢。我是打小从小时候说歌谣的时候，我就喜欢这个。啊，四六八句的一说，哎呦，高兴，几岁就那？您还歌谣呢？咱们小时候，咱们都会，你们大伙儿也都是。可能现在孩子不像咱们的童年时代了。啊，您说小时候那童谣？从前有座山，山里有个洞，洞里有个锅，锅里有个盆儿，盆里有个碗儿，碗里有个碟儿，碟里有个勺，勺里有个豆儿。我吃了，你馋了，我的故事讲完了。啊，对对对，是不是？小童谣，这都小时候那个。是是是，反正后来上学了，就再说了那个就文学性强一些了。高雅一点了。你看，拉大剧，扯大剧，姥姥门口唱大戏，是接闺女，抱女婿，于谦也要去，不带你去，气的于谦。不是不是我，不是不是啊，不是啊啊啊，小外孙子，哎，一样。我提这醒干嘛呀？你这。原词儿，小外孙子也要。我有一次我就演出，我听见张鹤伦在台上，我给大伙儿唱一个吧，啊，唱一个，哎呦我的天儿，破鞋露脚尖儿。对，有这个，你们听过没有这个？啊，他下后台我就问他，我说你哪儿听的？这是我们创作的。我说你住口！我说我童年时代就听过这个玩意儿，怎么你创作的？啊？他也愣了，他不能吧？我说你看，这是天津童谣，我小的时候是有这个吗？我们只不过我们那是这个皮鞋露脚尖儿，到他那改破鞋了。哦，我印象很深，就是我们小时候就有这个。怎么唱啊？哎呀，我的天儿啊，皮鞋露脚尖儿。嗯，老师让我交学费，我说等两天。嗯，老师找我爷，我爷卖皮鞋；老师找我奶，我奶卖牛奶；老师找我爸，我爸卖羊辣；老师找我妈，我妈不在家；老师找我哥，我哥坐火车；老师找我妹，我妹叠花被，气得老师流眼泪。就这玩意儿。你说一提还真有意思。这不就这个呗？是那个那个，嗯，那什么。土地庙，土地神，土地奶奶睡凉席儿。嗯，树上有个人露着小肚脐儿，我一回头看，原来是我儿。啊，你往那边唱去。什么呀，您这？因为到我这儿没好的，您这。这是最基本的民间歌谣童谣，当然有些个就是现在也不适合跟大伙儿念叨，因为怕你们会听完乐完出去找地儿汇报去。你这个哎。其实没有汇报的，对不对？又说很差，那你是没不了解他们。靠后边那几排估计有同行在底下。没有，拿本儿正记呢啊！啊，不用，不必看。这句话，哎，这个字儿怎么写？嗯嗯，没有，不认识字，带着字典来的是认识字儿，他就不干这个事儿了啊。没事儿，就是不有的歌谣不是我编的啊，我不是说为了站这儿教你们说这些个好像品味并不这么高雅的歌谣啊，只不过咱念的传统文学是不是？它也是传承下来的。我不知道，我因为小的时候他在北京长大，我在天津长大，是有的歌谣不太一样。你们小时候小孩打架的时候说那个歌谣吗？打架，我们小时候一说打架，打架呀，啊，打架就开始了，什么你一把我一把，嗯，是跟谁打架就说谁名字。哦，叫谁名字？那就你们听好了，我就模仿一下我们童年时代啊。是是是，你们别这会儿乐完了回来出去之后一边跑着啊报告去了，这，嗨，就没意思了，咱们就啊，哎，不至于，不至于，至于至于至于是吗？你就这么嘱咐都不管用。哎呀，
他坐底也乐，乐完之后他也哦汇报去喽。哎，那么高兴。就是我们小时候那个，就我得想，我有时候忘，是吧？打架的，就是玩打架那个啊，你一把我一把，什么这玉签屁股，什么打敲大碴啊，就赶折，就赶折，就跟谁玩说谁，哦、敲大碴。你也敲，我也敲，玉签屁股团圆宵。你也团，我也团，玉签屁股什么那个，玉签屁股撑大船。哎，你也撑，我也撑，玉签屁股点花灯。你也点，我也点，玉签屁股一块选。你也 K， 我也 K，K 的玉签打滴滴。哎，行行行行行行行。怎么还是长调门了？你唱着唱到最后小孩兴奋了。你兴奋了那是。哎，你要是这么唱，是得举报去。您这，别人不举报，我就举报去了。因为你要举报，有情可原，因为我们 K 你了，是吧？你要没让 K， 你干嘛举报我去？是不是？行了，这就是童年时代。是，好多出版物还都写过这类东西，都写了，也谈不到什么低俗不低俗，这就是、啊、也是一种市井文化嘛。哦，那我们小时候就爱听这个，好玩吗？这小孩嘛，四六八句的啊。后来还满处问，就那个小曲儿。就一看我们爱这，有时候门口有那个大爷大妈愿意教给我们。哦，那我们那小时候，你看我们有一个姓姚的姚大爷，姚大爷，姚大爷就是我教你一个，你爱唱这个吗？老头教人教孩小孩，嗨，老头呗，他也没事，他坐在门口台阶拿这个报纸卷那个烟，嗯，现在没有了吧？没有卷大炮吗？那叫烟叶，烟叶，他有一碗儿，都是那烟叶搓的。嗯，我们就小孩讨好的，给他往外摘那个烟丝那个梗子。哎，对对对，啊，我给摘那个。啊，老头高兴，拿着报纸，嗯，卷，啊，咱唾沫舔。是是是，一拧子一拧子的哈。对对对，现在横得四五十岁往上了才见过这个。是，现在没有了。嗯，哎，弄这个，老头高兴，叫你唱一小曲儿啊啊！这老头也是闲的。还圈儿还教不教了？小孩一直等着呢，你这过瘾来了。姚大爷还教不教啊？对呀，教教。哟，再卷一根吧。哎，好，没过瘾。教你小曲儿啊？嗯，教你往心里去，得会唱啊。啊，得学。干嘛教什么呀？听着啊，五月嘛五月里呀、啊、月儿照花台，虎厅门外有人叫乖乖，原来是我的情歌来，情歌你走过来呀，情歌走过来，前门有人要从后门来，脚步你要轻轻地迈，你到哪里去吃酒啊，哪里去打牌，哪里贪恋人家的女裙钗，倒叫小奴挂在心怀。哎哎哎哎，好嘛！你别说，老头唱的还不错。嗯，谢谢姚大爷，哎，挺好。哎，过两天还来。啊，老头喜欢。为什么过两天呢？啊，我得回去背这段去。哦，还真得学去。过两天他检查作业，还真严谨。哎，你唱起来了，他高兴。哦，再教你下一段。是是，过两天去了，唱完了，大爷高兴。啊，拿啤酒。啊，好小子，是就得教你这样了。你看看，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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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家伙，全毛病。再教你一个，嗯，教你一个严禁赌博的啊，这个题材好，教小孩就得学好。早干嘛去了？知道吗？这个就是严禁赌博，不许打牌。好，这个题目呢，这个小曲儿的题目叫看牌。这是严禁赌博的吗？这个批判性的唱，知道吗？哦，哎，这叫看牌。您看吧，这个小曲的全称叫《老娘们看牌》。对，哎，同行你好。
最次的是个三级演员，你跟我上赞比亚吧。你带着绳子跟他一块儿去。看牌啊，看牌看牌，小点声，别让听见，因为这个东西很高雅，不能让他们都听见，文学性很强，会被人家笑话并且报告的。啊，争，你看你发音图字，争争字儿很重要啊。不行，主要听内容。对对，正月里来是吧新年儿啊，有一帮老娘们儿啊，学会了看小牌儿啊，也不管男男女女，都在那一块儿坐呀，盘着腿儿，笑颜开，吃奶孩子搂在怀，嘚儿啊没摇眼摇啊，同这人结纽扣啊，有点摸不开呀。这好，对呀，还酒格又上来了。回去唱去吧。还学这个，过两天再教你一个更好玩的啊。姚爷爷，过两天教什么呀？不能全告诉你哦，前俩字叫十八。越教文学性越强，你看。要不你是艺术家呢。有趣了啊，姚爷爷我又来了啊。姚爷爷很高兴。不行就屋里头吧，你干嘛还坐院里头。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你看见了吗？这个小曲儿有人批判过，是吗？但是姚爷爷要教给你，记住了，咱们把它换个名字，这个小曲儿叫十八不让摸。哦，你看，你不服行吗？对吗？高雅了很多。我要跟你一块儿睡觉，这是流氓。我跟你一块儿起床，这是徐志摩。你看，对吧？哎，你说十八摸，他能报告去？对，十八不让摸，你还能怎么着？对，十八四十六也不让摸呀。你学哪儿的？学东北的唱法，还是安徽的唱法，还是河南的唱法？会的还真多呀，这位。我说那就先学北京的吧。啊，北京通俗易懂。坏了，那会儿打电话，咱先别唱了。咱们不怕。很简单，其实是一个很通俗的小曲儿啊。啊，半那夜三那更，睡呀么睡不着啊，摸头摸脚解心宽，吃吧隆咚锵咚锵，我不让你摸偏要摸，哎呦喂哎呦喂哎呦喂，哎，吃吧隆咚锵咚锵，耶。就教这个可以了，就这样吧。哎呀，这个老爷子我很爱他，是吧？我是跟您学了好多，谢谢姚爷爷。嗯，你这孩子嘴不利索啊。呢鱼什么姚？哼，我儿子也是说相声的。哎，行了行了。我说其实听着还挺奇怪，我是饶了我了，不会。这说最后绕我这儿来了，我不会在台上再提你父亲。那是不提了啊。姚大爷。行了行了，其实呢，你看我一段段唱你们不了解。嗯，这儿唱了才好听呢。哎呦，没有客气，打小一块儿都是干这个的。嗯啊，你只能说有个调门高低，会的多少，但说要于老师那不用说，真的，于老师尤其唱这类小曲小调，他另一个味儿。因为什么？你看，我还得出去找人家学去。嗯，人家在家就能学。我这家传是吗？没有，这个跟姚谦老师在一起合作。行了行了，改姓了我都。咱们一块儿唱一个好不好？那倒可以，你看看，您得带着我。什么学猫叫您不唱了？这个正经的玩意儿，弘扬民族文化，我觉得应该有您。那可以，好不好？没问题。我先给您点根烟，好不好？这不至于，那也没传下来啊。其实我们在一起唱的最多的呢，还是跟曲艺有关的东西。对，
您上网搜一下，于老师唱过很多，比如京韵大鼓啊、单弦啊、插曲啊，嗯，这类的东西于老师没少唱，唱过几段。他的嗓音，您大伙儿都知道，他还抽烟，嗯，这个烟酒嗓其实在我们这行里边很值钱，那叫云遮月呀。哎，你看这、嗯、特别亮，金属音那个倒一般，您明白？那所以就是人家这个，哎，你听这嗓子哑不哑，还亮不亮？这个它出味儿。嗯啊，我们在后台我们也对过啊，嗯，咱们这样吧，咱俩找一个咱们对唱的节目，可以给大伙儿唱唱，好不好？好，好，好。嗯，这个曲艺发展到后来之后，形成了一个剧种，嗯，叫曲剧。有啊，咱北京有曲剧，那是当年在周总理的扶持下，北京地区唯一的地方戏。是，你说京剧，京剧不是北京的，嗯，评剧不是北京的，对，梆子不是北京的，昆曲不是北京的，但是北京曲剧是北京的。哎，这是这点你得承认啊。嗯，他是把曲艺的好多曲牌，然后放在戏里边，大伙儿来演，非常的好，好听，非常好。嗯，曲剧有两个老电影，嗯，一个是《箭杆河边》，有名，哎，一个是《杨乃武与小白菜》。是，这是当年曲剧的名家魏喜奎先生，嗯，带着好多曲艺的前辈们一块拍的。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箭杆河边》，也是很有名的戏。《箭杆河边》有一段对唱，是，就是佟大方先生和王凤朝先生俩人对唱，哎，好听啊。王凤朝先生是曲艺的前辈，嗯，佟大方的徒弟张文顺先生是德云社的元老，是是是啊，所以那会儿后台们老唱，咱哥俩就把《箭杆河边》里边那段对唱唱出来，好不好？可以呀、啊，好吧，没问题，哎，太棒了啊！啊好，那咱们各位算来着了，嗯，这个咱们这样，咱要唱，啊、咱别素着唱，咱们带上乐队，咱们热闹热闹，好不好？嘿，这过年了，哎、您瞧、哎，来来，我先把我们乐队请出来啊！好好好，咱们再接来，来来来来，真有乐队，介绍一下，这两位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啊，嗨，嗯，他们是负责搬椅子的啊啊啊，嗯，哎，那这两位就不一样了，这俩是电工，嗯，啊。好，您看了吗？三个椅子，三个话筒、嗯、啊，这说明是三个不一样的乐器。哎，是的，嗯，好，齐了，我们有请我们的三位乐队，快来，来来，弦师、嗯，快来，嗯，这三位是我们德云古曲社的青年弦师啊。这个打头开始，他拿这大家伙，这叫四呼、啊。这孩子呢，我得单独介绍一下啊。啊来来来，他是我徒弟啊，他叫田龙启，哎，我们老说龙字科龙字科，他是龙字科第一个有字儿的孩子，您记住了，田龙启啊，嗯，哎，旁边这个戴眼镜这个胖子呢啊，这是我们这个德云古曲社的弦师啊，我们小孟啊，你记住了啊，灵着呢，旁边这个抱着牛腿抱着火腿这个，这叫琵琶啊，这叫壮壮，你们记住壮壮就行了啊，嗯。好，你们定定弦儿，于老师，哎，咱们就分一下这俩角色。好，我唱佟大方先生那个活吧。那我就来王凤朝先生。对对对，嗯、这里边剧中是两个人谈事儿，是啊，而且这里边呢身份不一样。嗯，我是你大叔，啊，是这个辈分。哎，这是假的，你别以为如何呀？他是他叔，好家伙呢，我又搓一辈儿，等于是吧？啊，还高一辈儿本身。来，咱们开始啊！来，您一喊大叔，咱们就可以开始了啊！可以，来，来，我这拿着烟袋啊，我拿着烟袋，哎，来，大叔，哎，这么在地下。你欠着算起来足有50多大叔哎
昧着良心做，报上账去就啰嗦，怎能让你受折磨？咱俩人把账慢慢地说。那这钱您就不要了？凭什么？我是你叔，别提这个了。那怎么办呢？我有个主意，粮草活，把你那四六地你好好似农着，大虾粮食全归我，归你我可怎么活？哪能叫你没法活？一定要摸，我偏不让你摸，我一定要摸，我偏不让你摸。哎嗨哟，哎嗨哟，哎哎嗨哎哎哎哎嗨哎嗨，摸别摸，什么玩意儿这？得嘞，谢谢。还是当初姚大爷教我那个记的词是那是嗯，好，是那意思。我没想到，没有您唱太好了，谢谢，唱的有味儿。这个玩意儿喜剧家传它是不一样。别提这，咱们再唱一个吧。啊，再唱一个好不好？您唱，人家孩子们都来了，大老远的，要不您也得给他那些钱，你知道吗？啊哎、您说吧，怎么个唱？让他们多来一会儿，待会儿完事还跟着擦地板，背我回家呢啊！哎呦。喜剧俩电影，还有一个叫《杨乃武与小白菜》，这戏也好啊。咱把《杨乃武小白菜》也唱唱。那戏不会。啊、你看，又客气了啊。他只能说他想不起来了啊。那不要紧，有我帮助你呢。怎么呢？《杨乃武小白菜》到最后的时候，俩人见面有一段对唱，哎，我先唱，您要想起来就唱，想不起来、你努嘴，我就接着唱。好，好、啊。那主要这个戏曲界有一个窍门，在台上谁要是忘了，一努嘴，别的演员哦就知道他忘了。就接着唱，好，不能让观众看出来，不能掉在地上。好，我演杨乃武，那我你来小白菜，俩主演，你稍微岁数大点儿，岁数您啊得刮过脸儿，我要拿那核桃去。你不用了，干嘛？您打又说一遍吧，那个，我们得给您稍微的有个样子调整一下啊。捯饬捯饬啊，那得让观众觉得，哎，这是小白菜，化化妆，哎，来，侯震老师，侯老师，老侯，快来，哎。你看了吗？哎，啊，太好了，给您颗白菜，哎，一会儿您抱着它，大伙儿一看，哦，这是那小白菜儿，好吧，这是大白菜呀、啊，这、啊，您就拿小白菜看不见了，作笔成样，观众一看，哦，这小白菜，这我也能想得起来，对，是吧？侯老师还给你拿个小辫儿来啊，这啊，您看，您这也是我的，你戴上像个女的样子嘛，来，哦，来，你瞧，你就这好多了，这就哎。要不咱们这个行吗？好，真的啊！您要说行，一会儿我出门也带着。别啊，这就这样吧，就这样好吗？那咱们就开始。嗯，我先唱，我唱完是您唱。您要能想起来就唱，想不起来一努嘴我就唱。努的好，好不好？行，来，好吧，行，来，预备，开始，来。受尽了飞行
林上，到如今回家杀身声名丧，好破残白发娘，空倚门痛断肠，儿丧父泪悲伤，妻丧父痛悲凉，包姐书应告御状，滚钉板刑部堂，命告官罪一场，我这一家大小见阎王，我那亲娘啊啊啊在小小的花园里边挖呀挖呀挖，去你的吧！下面请您欣赏富贵逼人，表演者郭德纲、于谦。哎，谢谢啊，刚才是高峰、罗云平啊，是啊，让他们俩人下去休息一会儿啊，换我们俩人来了哈。啊，我一弄这话筒他们有人乐，可不是乐吗？我才不往心里去呢，是吧？是啊，长那么高接树叶去。高老师不错，高老师很好啊，卖力气啊，嗯，好家伙，这哈喇子，哎，至于不至于？旁边捧哏的那是我徒弟啊，小栾，栾云平啊，对，观众多喜欢啊，啊，爱看，好多观众还给咱们编了好多顺口溜呢，哦，都什么顺口溜啊？呵，听于谦，不阴天，哦，我管天儿，哎，信高峰。得永生，嚯！卖了窗户门，嗯，听听郭麒麟，哎呦，不要爹和娘，嗯，听听孟鹤堂，好家伙，这都谁编的？都是热心观众给编的。这哪位热心观众编的？都是自己编的，嗯，自己编的。你以为观众有那个闲心给你们编这个了？哦，你只要一看见，哎，编的那都是自个儿编的啊，自个儿挺好。说相声的这行100多年历史了，嗯，出现了很多好演员，是有的红了，有的不红，哦，没红，你看是不是？是啊，你看有的粉不筋的，啊，没红透，有的呢绿不筋的，这怎么回事？哼，啊，看我干嘛呀？不是，就想啊，就哎，就为什么这个演员会绿不筋是吧？啊，您好好想，是是是，这就是每个人的艺术不一样。哦，当然了，嗯，换句话说，也可以说是命运导致。哦，这是命，这个东西不是迷信呐，是吗？不是封建迷信。那过去人讲话，这个人在命在运，嗯啊，包括你这命里边走五行。哦，金木水火土，这是五行。哎，郭德纲木命，木命。郭德纲就是筷子木命，还是筷子木命？筷子木命。哦，哎，侯震。侯爷，主持人侯震什么命？哎，烟痛火命，叫蹭点火苗。哎，嗯，孙越，他呢？薄些土命，搓土的。哎，于老师，我马桶水命。呵哈，怎么就单我这么脏啊？就说这意思啊。你说，你比如侯震，啊，侯震都知道，主持人侯震啊，我师弟，对，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没错。我师父侯耀文先生留给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嗨，这位是遗产，侯爷，嗯，相声世家，对，这个命里边带火，啊，这是火，烟通火命，啊，要火，确实，而且你说，就这个人太可爱了，侯爷，就你们都认识侯爷哈，都知道侯爷嘴碎，对了，
啊，但是侯爷很善良，哦，人好，尤其是我们那弟妹也特别可爱。你看哪弟妹都可爱，你，哎，这还好，说心缝里去了啊。嗯，侯震这媳妇儿怎么样？单纯善良，人好，大脸蛋子。我跟侯爷一个风格。哼，啊，大眼珠子也这样。呵。他们两口子睡觉躺那儿，嗯，炕上就跟俩盾牌似的。好家伙，摆枕头上了。嗯，俩人好之极，长都一样。结婚这么些年了，嗯，还跟新婚恋爱是一样的，感情好啊。就咱们站边上看着，就觉得很感动。哦，啊，没事了，带媳妇玩去，出去旅游啊？啊，还找我呢。嗯，师哥，哦，我跟弟妹出去玩去，都玩什么好呢？瞧，还挺像。我还给他讲，啊，喝茶呀。哦，吃饭呢？嗯，荡秋千呢？这都是您玩过的，是吧？行了，别提这个。两口子去了。哦，两口子蹦极去了。没听您的啊？蹦极去了。啊，站在那上了，多高啊！那是得高啊！吓死我，他也不敢啊！啊，哦，人家两口子就玩这个，胆儿大。侯爷还劝他，嗯，就这现在玩，是吗？再过四个月，你说你生了，咱没法玩了。再四个月就生了，还玩呢？嗯，好家伙，胆儿太大了。侯奶奶站在那儿，嗯，我害怕。那就别玩了。我不敢往下跳。哦。再一个，我今儿吃的炸酱面，这怕什么呢？我要一跳下去，我能吐一下了。哎呀，面条、菜码、蒜、炸酱、青豆、黄豆、黄瓜丝、胡萝卜丝，我都能吐出来。好家伙，吃的还真全。侯震得劝他。啊。你干嘛不跳？这是一个人这叨了呢吧？这是，怎么都一个味儿啊？两口子嘛。哦。侯爷侯奶奶嘛啊。哦。侯爷劝他，凭什么不跳？嗯。花了钱了。哦，花钱。哎，就不跳，我害怕。好嘛，害怕也不行。嗯。老话说得好。怎么样？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什么意思？侯奶奶说：“你拉倒吧。”怎么？朝思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个乱七八糟，今日有个万重山。谁听得懂、啊、你说什么呢啊，道德三皇五帝，国民夏侯商周五霸，行行道春，就你还说点正事儿不跳了。侯爷真急了啊，花完钱了。对呀、啊、下去。哎呦，推下去了。嗯啊，下去了，总算跳了。一回头，侯爷看见工作人员了。啊，你拿个绳子干嘛啊？没绑上就给推下去了。哦、啊、怎么样？水面上一个大盾牌。啊，旁边都是炸酱面。好家伙，下一人也别跳了。嗯，吐得那么碎。好家伙，云是好啊，这都是我们好哥们儿。哦，这好、哎、那当然，一个侯震，嗯，一个谦儿哥、啊、又套我了。 这都是我的最爱。您客气，我们真拿他当自己的亲哥哥一样。是吗？你看我老侯高峰跟谦儿哥、嗯、我们一出去，嗯，有点什么事儿，先听于老师。就我长几岁，你包括我们吃饭往这一坐啊，这菜单搁那儿没人点菜，非得他，这尊重我。服务员来了，郭老师啊，吃什么呀？啊、哦，于老师定。哎，对，尊重是。侯老师，您看您吃点什么？啊、对呀、啊，侯老师也，于老师定。嘿，哎，高峰老师，您看您点菜，哎，于老师定。哎、哦，服务员看看他，是于老师。嗯、啊，要不您洗洗屁股吧？干嘛呀？什么意思呢？他们仨都说吃于老师定。好家伙，是这意思吗？你、啊、我都没听说过。你 不许乐。哇，改天请你们吃饭好不好？哎，行，咱们听于老师定好吧。别介，您定您定。哎、嗯，您还客气客气。我没工夫跟你们吃饭去，我得荡秋千、喝茶、看电影去。好开心啊！真的，干这行说实在，交钱我都愿意干，真的。我不愿意干。往这儿一站，这一瞧见，我发自肺腑，那么痛快，哎，高兴，那是说了天亮我都愿意啊。哎，对，啊好，你们早歇着。哎，对，回来，您这不能走啊！就爱跟谦哥在一块儿，关键是感情在这儿。是认识20多年了啊！我认识人家那会儿，实话实讲啊，嗯、啊，我那会儿落魄之极呀、啊。你们老提这个，人他那会儿就已经小富婆了。嗯，我男的女的，我小富婆了，小富了，
小妇女了，不是没就很有钱了。那会儿我20年前，我各位，我在北京，我有时候哎呀，这些日子营养不良，我要补一补。哦，我说吃个火锅吧，啊，点一锅子涮点白菜，酸菜丝儿，啊，哎，那个蒿子杆儿，都青菜，柳树芽儿，哎，曲麻菜，全是野菜。过生日才加块豆腐，你瞧，我就惨成那样。啊，当年于老师，人家那会儿，人家那个火锅，好家伙，本来那火锅就外边一层纯金，镀金，金火锅，金火锅，哎呦，那锅里那东西，好家伙啊，什么呀，腰子、肾，那就类似，就是这一锅牛的、驴的、羊的、马的、猪的，坐在屋里，坐在那儿，甭吃，街坊在外边。好家伙，谦儿跟屋炖尿呢，那没听说过，这干嘛这么骚气呀、啊？我这大补啊，我光补了味儿怎么办呀？那个顾不了许多，咱跟人比得了吗？啊，我当年落魄的时候，我穿那个西装都塑料的，塑料西装。那我那个帽子是地板革的，还是塑料的？我的大衣是宣纸的，还薄啊，下雨我都不敢出去。怕湿喽。对，人谦儿哥，人家咱不说别的，人家那会儿裤衩都貂皮的。我太热了吧，我撒泡尿40来度。好家伙，捂的这是。你不服行吗？是体温上来了啊。咱我那会儿啊，为了工作，为了吃口饭、一天到晚在北京各处奔波。人家没有，我不用，人家就是吃喝玩乐啊，天天玩啊。哎呀，人家也有公司啊，天天赔钱不往心里去。不在乎，坐在办公室里边，嗯，10多个助理围着两边，哦，大板台这一坐，叼着烟卷，我这作死呢，我这办公室后边大匾啊、4个大字写着“大展黄图”，黄图啊，我干嘛呢？跟这儿叫什么？大展红图啊，大展红图。对，我那会儿给人说相声去啊，嗯，10块钱一段我就干。啊，便宜！于老师那会儿，人家90年代，人家1000块钱一段，我就贵点儿了啊！坐在屋里、我得出去找去。您要演出不要？嗯，您这庙会用人不用我来？哦，人谦儿哥，人坐屋等着，等活。他的助理出去给他去谈工作，是给他谈演出。经纪人吗？哎，弄那个小名片儿啊，哎，写上于老师联系电话，找酒店往门缝塞。我那相片穿着裙子吗？哼，干嘛？我这还是大展黄图啊！我这不是就是人家不是这个不当回事，他就怕工作多，那累啊，工作大是耶、yeah ？什么呀？人家不在乎这个，人家一天到晚就是玩啊，啊、对吧？天天这10个保镖伺候着，是走咱们玩去，哪玩？看车展去。看车展就喜欢看车展，哦，你车展里竟是那个卖汽车的大姐姐们，是美女，哎，各式各样的啊，就啊，站在那个车旁边啊，这好，孙悟空和奥特曼站车边上，咱也不懂啊，哎，有的地儿那车展那个大姐姐还身上画画，人体彩绘，有吧，有，呵，站在那儿，于老，啊，太好了啊。画好、哎、高兴爱看就爱看，嗯，看车展一会儿出来、嗯、买瓶奶喝啊，我看馋了是怎么着，我什么话，这叫废话，我这怎么勾连的，这是就说这意思啊，人家想上哪儿上哪儿啊，突然间坐在那儿，我要去非洲，我怎么了，我就要去非洲，我要看动物大迁徙，哦，那个地儿叫坦桑尼亚啊，是，我要到热带地区去，坦桑尼亚，高兴，说走就走啊！你说这个玩意儿，咱还得犹豫啊！我去一趟保定，存3年钱，至于不至于？人家上非洲，当时就走，站脚就走，棒球帽、大墨镜、小背心、裤衩、拖鞋 啊！那地方热，走，开车奔机场、哦。嘿，坐了机场里边，高兴，嗯，指着窗户外边，是瑞雪兆丰年呢？哎，啊，冬天去的呀。这是快圣诞了吧？这就啊，好家伙，我在冻死在那儿。不是，就说这意思，到飞机上好换呢。哦，哎，到飞机上这到机场呢。说实在的啊，我头一回坐飞机时，我其实挺惭愧的。
怎么了？也不摸着门，哪儿过安检，哪儿我就都不懂啊。哦，就打瞎乱了。好，人家谦哥到机场跟到家一样，就那么随意啊。这一过安检，等着过安检、嗯，那前面还有那个矫情的呢。是吗？凭什么？凭什么把鞋还得脱了呀？哦，凭什么还得把外套脱了？嗯，就像我那样的，他都不懂。哦，就不脱。哎，人于老师站在那儿，踏踏实实的啊，一丝不挂。光着了，我倒不用他劝，是吗？那是，啊，倒是也有人伺候。哎，来几个机场的警察给摁在那儿啊，哎，逮起来了，强行给他穿上啊。哈，还得强行穿。就是有钱呐，嗯，羡慕人家呀，真的。我当年在北京，我印象很深，我租了好多年房。租房住，租房住，就是住在南城一带，哦，就那个小平房，是，哎，净租那个坛子胡同闷三爷的房，那坛子胡同是这闷三爷，嗯，那个马桶胡同抽二爷的房，哎，对，嗯，筐胡同寇大爷的房，好家伙，这都大不了，那、嗯、人家前门人有四合院，哦，赛金花办公就职，我闻着味儿去的，嗯，啊，你看人你不服行吗？人家。我上那儿办公的，哎，住腻了，住腻了，说出国就玩就玩去了，旅游去呗。羡慕于老师啊，嗯，哎，一拍脑门啊，当时、啊、哦，走，出门，我又上哪儿了？上阿富汗住些日子。我上阿富汗住些日子。阿富汗呢？啊，哗、啊，飞机落地，嗯，于老师出来了。阿富汗有家，啊，有房。你这玩意儿你不服？嗯，哎，往外一走到海关这儿，阿富汗的海关啊，嗯、先先生一号。这是阿富汗，这是保定啊！这是我不会说阿富汗方言，啊、先生你好，先做个核酸检测。嗯，我还是没逃过去。我这个、哎，扒着于老师这鼻子眼儿哈。啊，这好，他这歇钉子呢，是怎么？哎嘿，再拔出来啊！嗯、啊，恭喜于老师。怎么样？哎，没有问题。啊、是，连鼻子都通气了。嗯嗯，身体很健康。那是。但是很遗憾，怎么？嗯，这个阿富汗政府征地，您的房给拆了，拆了，你让我做完核酸，你这、啊、万幸你不没出海关吗？是吧？哦，于老师，那抱歉的，嗯，还有房呢，我又哎，索马里，啊，我奔海盗那儿了，改签，啊，奔索马里，哦，哎，到索马里一出来，嗯、海关等着呢，于老师，哎，好，来，带走，好，好家伙，没想到海盗也那么讲究，嗯嗯嗯，通完了，您是要回家啊？是。您那房啊，前些日子海盗 存炸药来着。怎么了？存炸药不要紧呢。嗯，他们跟那儿抽烟，他们是这样啊。嗯、那是我在那儿抽烟来了。结、果您那屋点了，着了，现在平了，我们都扫得干干净净的，没有了。那就没房了呗。所以说这儿没有您的家了。那怎么办？那走，换地儿，改签。还有房？津巴布韦。我上津巴布韦，因为没有比津巴布韦更穷的国家了。对了，我也想，我先离开这穷地方行吗？哎，于老师到津巴布韦啊，到津巴布韦一落地，得到一好消息，嗯、什么？这个地方不用捅鼻子眼了。哎呀，太好了，这就是做肠镜。行，我这回全痛快了啊！于老师高兴，啊，啊太好了！哎，还行，行了，行了，这还、啊、别去，我过关的时候刚穿上啊。嗯，做肠镜。嗯、哎，津巴布韦的人嘛啊，还、哎、大管子哈啊，走你！这是做肠镜的，这对 对, 对啊，这不通下水道呢吗？哎，完事做先做肠镜哦，然后于老师您转过来头冲这边干嘛？胃镜去，先做胃镜那也得，反正是一根管子不重要、哦、好家伙，这不换哎。这他一看，这又不能带，可不是不能带吗？换地儿吧，做完了换地儿的，换地儿，哎，痛快痛快得了。我就图这去的，哎，还有房，我又上哪儿了？西伯利亚，这哪儿穷哪儿冷，我去哪儿合着？西伯利亚啊，地广人稀，没人。于家跟这大别墅，好家伙，就那儿有房。您活得比乾隆皇帝还滋润，那真滋润吗？乾隆皇帝那个卧室十平米，小。于老师在西伯利亚这个卧室1400平米，这么大卧室，而且没有房顶子，那就是住空场上了，就是为了呼吸新鲜的空气。我还弄一院墙干嘛呀？那我哎呀，都是您啊，
啊，方圆没有什么街坊，就是没人。但凡有一个街坊，那就是了不起的亿万富商。是啊，哎，这个地儿太棒，有钱人。但是就是有一点，就是让人觉得遗憾了。哎，因为他这个地儿啊，太冷了，就是冷了，所以上洗手间不方便。我上洗手间有什么不方便的？因为它太凉了，那个地儿。太凉了，能怎么样？他六月三伏的时候是零下八十五度。我上那儿干嘛去了？我彰显实力。彰显实力怎么彰显？有钱呀、啊，于老师有钱。这个地儿没有房，让人笑话。啊，但是唯一让您觉得不便的地方就是这个，上洗手间。怎么不方便？哎呀，人呐是动物。啊，有进就有出，是这很正常。谁也不能说因为于老师上洗手间看不起他，是这个就不讲理了，是不是？又何况于老师在那儿的洗手间啊，三千公里大，这个比我卧室还大。嗯嗯，也没有盖儿，那肯定没有盖儿，卧室都没盖儿，厕所弄一盖儿干嘛？啊，但是有一点，各位您，我也不知您哪位是科学家啊？啊，因为这么冷的环境下，如果您。您去方便一下，哎，然后比如说，怪害臊的，嗯，好害羞，好害羞啊！你先别害羞，你先把我说明白了。嗯，怎么了我这个？你呀、啊，你比如说你肚子胀，你要去方便一下啊，接个大手。哎呵，好好肮脏啊！你肮脏什么？真的，我一沾说这个，我就觉得臊得很，真是我。是，我也臊得很，但是我有好奇心，你知道吗？哎、你怎么回事？你说，别看你没念过什么书，还知道不少科学知识。哎，对，你就说吧。于老师去洗手间方便啊啊，就很雅致嘛，冰天雪地的啊，这叫雅致。小风一刮，心情很舒畅。哦，于老师到这儿蹲好了，嗯，苦叉啊，苦叉。行了，这不用学这声、啊。之后呢？由于气温太冷，它会冻上。冻上。这个啊，炫富的机会来了。这有什么机会啊？当地人每个人出来都会带着一根棒棒。这干嘛用啊？这棒棒啊，随时方便的时候。嗯。这是。啪！你往那边打行吗？你要在咱们这儿，您可能认为是啪骑着马呢，是吧？不是，在西伯利亚不是干这个事的哦。随着打，随着方便，哦，差一点这就用不上了，哦，就没这机会了。哎，对了，哦，有花梨的，这个有紫檀的，这不糟践东西吗？这不是有金丝楠的，嚯、哦，有黄金的，有象牙的。好家伙，这是当地人炫富的手段，他们靠这个。那是每家一出门都有这个啊，这有一套，还搁套里。你行了，别放粪了，别放，多恶心的这个。哪位来的都是啊啊，请，别客气了，哎，啪，行了，好家伙，你啊。行了，太难受了！你这干嘛？要这个啊？你光姿势那么帅也没用，你这太难受了。实用性很强，这个人人都得带着他出去。嗯，人人都得带着他出去。都是带着出去，那就没有忘的时候吗？有。对啊，你说这不方便，你倒拿这，我都不好意思拿这玩意儿你。拿这个我没带，人有忘的时候怎么办啊？出去太慌促了。对了，没带着怎么办呢？找别人借。这玩意儿也能借？哎，于老师跟这方便面没带。对了，忘了。大姐啊，气死你！先等一会儿，你先等一会儿。我们俩蹲一块儿了，是怎么着？这大姐不是，您也大姐啊？这时候你说什么文言呢？你就说接大手不就完了吗？借您的棒棒用一下。这还挺文，人家也很高兴，是吗？姑娘啊，这我成大姐了，给你，他会递给你啊。哦，他递，递的时候你都是有规矩的啊。哎，这还有规矩，你要留神，因为他递的是愣啊。嘿，嚯，好，是吧？这玩意儿没闪子，在嘴里边杵一下。对呀、啊，嘿，都是这样啊。你得往后让一下。哎，这是得让一下，让一下，叼他这腕子。哦，抓他手，
接到手里边，就不用亮相了。哎，再啪，行，完事再还给人家，谢谢，人家再接过来，行，我们俩倒谁都不嫌弃谁，你这点好，嘿，行了，行了。我不借，我想着点带着就完了。啊，不是，你先等。反正我实在弄不清楚这玩意儿。怎么这么大好奇心呢？啊，自己没带可以找别人借。地溜。您说那荒郊野外的西伯利亚那地方，嗯，要没人怎么办呢？包场。就一人。就是于老师。哦，自己。大富商于老师。别提这个。一个人，哎，闲情雅致来到此处蹲好了。对。哭嚓。完事儿了，没有人，没人，对，不用亮相。这，哎呀，哦呀，行了，哦，你要干嘛？哎呀呀呀呀呀，啊，那也没办法，有不主意吗？也难不住于老师，怎么办呢？恶从心头起，怒向胆边生。哎呦，金风未动，禅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我怎么办？于老师噌就站起来了啊！找一旮旯一使劲，我怎么着？把他坐进去。我去，谢谢。后来啊，这个行行，别后来了，我还没离开西伯利亚呢。这是一说一乐，你这那个听相声的，您各位水平都比我们要高。是，这台下藏龙卧虎，高人啊。我们呢，特别普通的民间艺人，嗯，大伙儿一高兴就行了，一出门这些个都不用记着啊，图个乐。因为台上说的也都是假的，可不是吗？啊，你这些反正有真有假是吧？没真的。还说呢？你瞧，这个人这就没劲了，知道吗？怎么了？你看人高峰说的都是真的，怎么到我这不是真的了？高峰有什么真的？老高啊，老高，快来，来，高峰，你说有什么真的？来吧，高老板。哎，您客气。我说的都是真的吗？完全属实。你看，怎么样？哪就完全属实？咱们吃饭是不是于老师定？没问题。那对。说的什么也不，高峰是我师弟，对对，我们仨呢，这个不是一个师傅教的，没错，哎，但是按这个辈分来说，我们是一辈的，哎，是平辈的啊。他师傅是著名相声爱好者呀，哎，您先等，到您这说话就别扭，怎么老艺术家啊，老艺术家，对对，嗯，他是师傅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哎，王二先生，哼，您听这名字像艺术家吗？怎么着？范振钰先生，范振钰先生，哎，犯了罪，镇压在监狱里边。哎，没有，别瞎分析，没有吗？哎，就是范先生，范先生，对，范先生，我们爷俩关系特别的好，没错啊，收了高峰，嘿，哎，啊，我的荣幸，哎，这是感慨啊，是吧？范先生也离开我们很多年，十几年了，是不是啊？嗯，这一晃十几年，这是哎呀，感慨，这个好人不长，那个。嗯嗯，祸害活千年，不是您什么意思？什么话？你这叫啊？不是您这说着让我们听着别扭。要尊敬老前辈，那是应该的，是不是啊？嗯，那，这个跟高老师一起合作这么多年来，其实有时候我很羡慕他们两个人。哦，我们两个人怎么了？他俩人离得近，哎，关系也好啊。我住在北京锦北边，是是啊，他们俩住在北京锦南头，大吊脚啊。这个您是干嘛呀？这我想想就开心。什么事儿？您说说。就是哥们儿交情怎么能好？就是因为这样才能好。哦，因为这样啊！住邻居，我在北边，我吃完饭说找谁遛个弯儿啊，没人住我那儿，都太远了。人家他们哥俩，哎，出来，出来，出来！哎，我们就有伴儿。吃饱了，俩人小区里边一遛弯儿，嗯，多好啊！消化消化食。哎，我特别羡慕。是，有时候他们俩出去遛弯也净瞧见好玩的事儿。哦，您还知道？那是都传开了。嗯，俩人走着走着，小区里边有一个小狗的便便。嗨，您说狗屎不就完了吗？要有公德心。对，遛狗的时候带着小铲儿，带着塑料兜，哎，给收拾了。你弄一下子，这不像话呀！就是，这东西不是西伯利亚。如果说嗨，西伯利亚冻上就行了，他这玩意儿全连着，嗯，啊！好家伙，得有三十来斤这一摊。嚯，小多小狗的便便，啊！谦儿乐了，嗯，高峰，敢吃吗？敢，
这什么人性这是啊？高峰，高峰那是正人君子老古板啊！当然了，咱们说话能不能说点文雅的东西？就是留神让人听听，举报去，让人笑话。于谦说：“这在台下谁举报咱？嗯，对不对？你要敢吃了，我给你10万块钱打赌。”高峰气坏了，不是钱的事儿，你可看不起我。嗯嗯，你可看我就是最要强的人，就是了吗？计时，哎啊，这好嘛。我还有时速还挺快，我还哎呦吃不了，嗯，没带家伙，对呀，那就完了，对不对？嗯，凑合吧，凑合，嘎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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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连地都舔干净了。哎呀，我都那么饿呀，我、嗯、吃完了，谦儿，给10万块钱。哎，这说好了的，谦儿乐了，嗯，谁出来遛弯带10万块钱呢？啊，回家给你吧。开始耍赖，俩人又往前走，嗯，又看见一堆小狗的便便，怎么那么些个？嚯，多日子没拉了，这是。嗯。俩人站着，哦，嗯，亚拉索，别唱，哪儿那么高啊？哪跟哪儿啊？高峰说：“谦儿，嗯，你敢吃不敢吃？哎，翻回来了。你要敢吃，我也给你10万块钱。”就是，谦儿乐了，啊，就把勺掏出来了。呵，我还是人家机灵啊，因为赶紧吃。对，谦儿胃口不好，是是啊，吃凉的醋心也省得弄一手。那是，嗯，我是讲究，那错不了啊。嗯，吃把地都咔嚓干净了。哎呀，哎，高峰，呵，给我10万块。嗯，高峰乐了，你没带10万块，我能带10万块吗？多有道理。不过话说回来，咱俩扯平，谁也不给谁，请请。合着我们一人弄一肚子屎就完了是吧？我们俩出来就为吃这个来的是吗？像话吗？您这都一说一乐。因为观众爱听一点啊，演员背后真实的事情。不，这不是真的啊，这可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哎，没这么回事。我更正一下啊，对，剩了一口。嗨，就这点不真的。嗯，挺好啊。是，天儿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啊。嗯，观众们呢，今天挺捧咱们。哎，当然了。高老师，要不给大伙儿唱一个是吗？哎，可以。啊啊，我早就准备好了。我给大伙儿唱一个，你唱一个这个，你我估计你最少将近一年没唱了，还真是这样。但是我天天练。你给大伙儿唱一个现代戏怎么样？就练的这个，嗓子特别的好，没错，特别冲。嗯嗯，哎，就那个哪个？要学那泰山顶上一轻松，打我手背上怎么样？最拿手的，练过这个，我给你帮忙。怎么帮忙？哎，咱俩人唱，我给你唱前面。要学那泰山顶上，我你唱一轻松。哦，高腔是我的，怎么样？没问题，好不好？没问题。于老师，一会儿您给我说说。哎呦，您太客气了，机会难得，我这欣赏，没听。要唱京剧啊，您起高点啊，高一点啊，起高点。要学那泰山顶上，就是这词儿。嗯，要啊，我不是拦您啊，你说，您这人不听劝，怎么？我说要求您稍微起高一点，你起这么低，我唱着不痛快，是不是？起高点，我这个调门就不再高点，算我求您了，再高点，你舍不得唱啊？是怎么着？好家伙！我让你起高点，高老师，高老师，不认真，我这都听明白了。不认真，我不是不认真的事儿，我得拦您一句了。啊，您什么意思？他这调可不低了，您可不知道后边还有一翻八度唱，这最后面那是最高的，这都不算什么。他这不，你说你别比划了，怎么了？跟你有关系吗？我这不他唱前头，我接后头，这里没有于谦什么事。我也唱。你在这儿，你这跳芭蕾舞来了是怎么的？没有，我这不提示。就对了，今天是你们俩人合作20周年，是这意思？大喜的好日子啊！今天我让你啊啊，小刀拉屁股，怎么讲？开开眼儿啊，看玩意儿吧。哎，你留神那貂皮裤衩。啊，嗨，没事，我都坐回去了。嗯，来吧。要再高点。要再长一调。再来来，哟！哎，谁踩着你了似的？你找别人，我来不了了啊！尽你所能，没法定调了。哎，哟！哎，勉强这就可以了。学呢，泰山顶上划了牌来了这儿。来，一轻松，一轻松，注意啊！我听着。松啊，小谭元寿，哎，你谢谢。谁跟你握手了？
要脸不要脸还伸手握手呢，你这都看见了，你先伸的手啊，我你弄清楚，我伸手是让您别跟这煽动观众了，哪儿啊，就谢谢谢谢，唱多好啊，好什么，我听见什么了就唱多好啊，我们让他认真听他不听，我听了，我你唱了吗，我就听，怎么没唱啊，什么玩意儿，没听清楚没听见，咱白费劲了，人没听见啊，他呀没听见，什么他没听见啊，耳朵都震聋了，你看调门太高了哈，震耳欲聋嘛，是吧，嗯，我们再来一个好不好，太棒了，穿林海跨雪，这玩意儿都真的假的，这是气冲霄汉，没问题，穿林海跨雪气冲霄汉啊，认真听 啊穿穿冲穿，好地道，林海你看看跨雪，还有口技，气冲霄汉，来完了是吧，啊，注意啊，来吧，霄汉那，谢谢，多谢大哥，谢谢，哼，这回咱们是如何，那个听美了，你看听出好来，你看见我什么了你就听美了，那就是你乐了不听美了吗，我乐了就是听美了啊，我这笑话你呢你没看出来吗，凭什么笑话，你挺认真的，哪儿啊，您这还耍腔的腔，还您这都便秘的腔，您知道吗，你这种词儿我们不爱听啊，不是去趟津巴布韦就好了，你哎呀你还有西伯利亚，不唱这不挺好的，哪点不好、啊、什么呀，哪点不好啊，哪儿都不怎么样，这人都什么全看不上，你怎么弄，你这是外行，咱们再来一个吧、啊、再来一个，我就爱跟你唱 啊我也爱就是跟您唱、哎、咱们来这个啊，啊去了啊，你瞧瞧都开始了，哦，这武戏，唱吧，哎，走，什么戏？您这是？我走哪儿？你早说呀，我忘了。您再唱一个，我给你编一个啊。啊，红灯记哦，狱警传四郎好，我迈步出监。出监是我的。来吧，认真观察、啊。我听着呢。哎，这回彻底没声了，这回。嚯、嗯，好鞋、嗯。好好好好好好，太棒了！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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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谢谢懂行的观众们，谢谢，哎当然了，哎这回怎么样了，声情并茂，你瞧他还老让我给品评一下，你给指点指点指点一下啊，哎谈不到啊，要说评价一下您这个艺术，用网络上流行的一个词汇评价啊，您说蛋疼、嗯、你说我们挺认真的，你这都什么评什么玩意儿、啊、你是不是刚才下刀的时候拉歪了、啊、不是拉歪了，他来不了啊，别人啊这玩意儿啊，不客气跟您说，您讲这要搁一馒头狗都能唱，知道吗，哎等我拿馒头去啊，哎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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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他这里头，不是我跟您说啊，这一般人真来不了，谁都来得了，咱甭说别人、嗯、你能来吗，谁都来得了，我怎么不能来、啊、那太好了，大伙鼓掌让他来这个、嗯、你来你躲开、你说这叫抬杠，弄一高腔你说我唱不上去，嗓子条件有限、啊、这不出声谁不行呢，看事容易做事难，来吧，于老师准备好了吗，问你呢，你啊您这玩意儿还用准备啊，这什么态度，你是一个调门吧，嘿嘿啊哎哎哎行，嘿你吃了猫头鹰了是吧，吃那玩意儿什么动静呢，你在小区遛弯吃什么了，哎像没有没遛弯去压根儿就、啊嗯、来吧，准备好了啊，嗯嗯啊行吗，这调门啊再高一点，哎熟啊，尽你所能啊，呵呵行好、啊来了啊，来吧！提仙公之到灵间，不由得本宫虚心前站立宫啊门。来这，多好！戛然而止，就等你了。来来 ，please， it's your turn。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他往这道谢来了，先客气客气。哎，来来呀、啊，你不谁都能来，哥哥馒头狗都能 来，可能是没有馒头吧？对呀、啊，你嘿呦，来、啊、哦，你们这意思我，你是以为我真唱不上去？哟、啊，来怎么样？哎、
我就是真唱不上去。哎呀呀呀呀呀！吹呀、啊，不谁都行吗？废话，没什么、啊。废话，你们这叫缺德，知道吗？哪点缺德了？本身这段调门就高，是不矮啊。低的时候还往这么高了唱、啊，那真正到高的时候，谁都唱不上去。哎，要不然我试试。你瞧，有型的，好，好不好？你试试，你唱，你唱前面，我给你接。嚯啊，高不小，高点起啊！好好，高点起，小好吧，来吧。一见公主到灵间，不由这本宫喜心间，站立宫啊门，真好。嗨，你捧我干嘛呀？哎呀，哎呀，你是不是在宫里上过班？好家伙，你甭说这废话，接着唱，再来。站立宫啊门，叫小凡。谢谢啊，那个一说一乐的事儿，各位也都是老观众、老朋友们了，老听过、啊、是对。今天演出的是部分的德云社演员，是叫他们出来，咱们再聊两句啊。好、嗯，我有这么些汗吗？我啊，嗯嗯，你看。说我这个卖力气啊，嗯嗯，哎呀，这个时髦君沾湿可难受了。你们打那边依次介绍一下啊，那边是高峰高老板，大胖子是我徒弟杨鹤通，旁边这是于老师徒弟我干儿子冯兆阳，哎，这是我徒弟周九良，主持人是我师弟，哎，少侯爷侯震，啊，那个行，今儿不错啊。哎，没完呢，谁呀？还落两位呢。哦，嗨嗨嗨，行，也不是外人，不用介绍了啊。周九良，哎，来过来，嗯，还上这儿。哎，师傅，是吧？解释一下啊啊，注意他们为什么一见你就喊成那样？因为我好看嘛，可能。对，他好看吗？你们爷爷，就试试中医要不啊？你这你是这怎么给他们下的药啊？这主要是您的徒弟都好看，因为我们师傅就好看。嗯嗯嗯嗯嗯嗯嗯。那你给大伙儿唱一句吧。哎呀，突然就唱了，好不好？嗯，我不知道唱什么，唱一个老旦怎么样？你。嗯、啊，学猫叫，学猫叫，那是干爹的。于老师已经不唱这个了啊。嗯，行，那就唱一个了。会，哎呦，行，龙俊凤老旦呢啊。老旦了，你是会唱老旦吗？是，就会一句，就会一句。我的天哪，来来听听这一句。嗯、哎，龙俊凤年惊黄尘。真不错，真不错。好，好，好，回去吃药去吧，快去。哎，嗯，王兆阳，快来啊！这是于老师的徒弟啊，于老师俩徒弟，郭麒麟、冯兆阳哈、啊，我们俩人俩，你给大伙演个什么呀？让大家看一看这个你师父在家都教你什么了啊？报菜名。冯兆阳啊，有一个特长，他这个报菜名跟别人不一样。所有人报菜名都是蒸羊羔蒸熊掌这么来，他那报菜名是从后边往前来的，啊，因为他当初啊学的时候他买的那个词儿是错的，啊，来两句也行，或者打算怎样啊？那我也唱一个，好啊，好吧，龙驹凤辇又进皇城，这个跟我师父学了好多，其实我跟我干爹也学了好多，嗯，一些唱，比如唱一个评剧吧，那好好好，我已经很多年不唱了，听听你的啊。钟楼更鼓一更敲，包拯心中似有焦，人在京中心在郴州道，
烈焰荒旱土边焦，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刀，好身横行百姓们受煎熬，又有那过酒旁遇暗造反，聚草吞粮把兵招，失望绝路当报销，平叛乱救黎民迫在眉梢。以后一定要说是你师父教的，千万别说是我教的，可以说词儿是我给的，签儿板眼都是你师父教的啊。嗯，大胖子，快来，哎，好，回去吧。哎，好嘞，别回去，别回去，来什么呀，孩子？我也没准备啊。我你会什么呀，胖胖？那我唱句花脸吧。好家伙，这是。你过生日是怎么着今儿啊？来木五官行吗？好，又过了不得了啊，还会木猪木虎虎虎官虎官来。高老爷来日在木虎官，偶遇娃娃将谋反的宋林队，乃是个杨仙妹。可以了吧师傅？哪儿啊？这一听就是冯兆阳教的啊。来这来这杨根这个来。哎，你会木虎关吗？我来日在木虎关。来，给大伙儿唱，好好的啊。那给大伙儿唱一下啊。你有什么才艺展示吗？嗯，哭一个，脱一个。师傅，咱是干这个的吗？看给多少钱了。那是我们的。啊，来。倒不在意，这嗯嗯。跳一个，你这要求有点高了。那都刚才都唱戏唱评戏的，对不对？我就别。那你来什么呀？我怕我唱不过他们啊。啊，我来一个刘文歌吧，好吧？可以，好，两分钟啊，就唱两分钟，好吧？是吧？你已经过去一分钟了啊。谢谢啊，回来，再给我两分钟。对不起，说我从来。再给我唱不了了。快来，邓少爷啊，来这都认识啊。谢谢。栾云平啊。是。哎。这个给大伙儿表演一个小节目吧。这个我们确实在弄一节目，这个孟鹤堂啊、周九良啊、秦霄贤，我们正在弄一个小歌，等我学会再给大家唱。谢谢大家，是吧？他是个快递小哥，嗯。来，往前站吧，咱们给大伙儿唱个大西厢啊。次日清晨，辞别老高命啊。普救寺僧人都来送行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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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办案人等我上了伯龙马呀！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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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一心赶考，够奔东京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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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走过三里桃花。过五里杏花营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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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桃花殿前出美酒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呀！杏花坡前女儿花容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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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花美酒美，留也留不住啊。十里亭坐定了崔莺莺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呀，好难唱的这叫西厢记呀，哎哎哎哎哎哎呀，愿诸位阖家欢乐，福寿康宁啊。
今晚的演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这世界很酷。